香酥蚂蚱又来了，有孜然的和香辣的。今天想吃个香辣的，哇，个头非常大。忘记拿筷子，用手吃吧。常温保存或者冷冻保存都可以，开袋即食，也可以加热一下，用空气炸锅。酥酥脆脆的，看着不好看，吃着很香。我吃的香辣的，还有孜然的，这个是孜然的，对，是。这翅膀可以吃啊，净含量是35克。可以当小零食，也可以当下酒菜。个头都非常大。